北寮宫有一场真热心的民众的固定时间，邀请逛街中心来到北寮设点，让民众有所在来逛街。这次更加是有爱心单位特别赞助白米甲鸡蛋来送予现场逛街民众，希望透过这款爱心行动来邀请更加侪人加入定期逛街行列。北寮乡有一群非常热心的民众，会在固定的时间邀请关怀中心来到北寮这举办关怀活动，希望透过关怀的行动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很高兴、哦、我的好朋友与捐水中心联合举办这次活动、哦啊、让我有机会、哦、能够、哦、那个捐血、也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、哦啊、希望我们、啊、大家所有好朋友、哦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。今天呢，就是代表会跟一些爱心的单位呢，他集结一些资源，要回馈给我们热血的乡亲哈，准备了白米、鸡蛋、保酒乳这些，就是希望民众可以固定来捐血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其实就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而且捐血其实就是储备血液，让每个人只要生病了，你不用担心没有血可以用，然后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用到血的病患。为了鼓励民众前来关怀，更有爱心单位特别赞助白米甲鸡蛋等等的礼物，来给关怀的民众提回去家菜。我们这一次是捐血赞助单位，希望各位乡亲能够多多踊跃捐血，来赞助这一次的捐血活动。很多民众都是透过网络知道关怀活动，特别小小前来关怀，做伙来帮助需要的人。第一就是因为对身体比较好啊，然后再来就可以帮助那些需要，就是像我们这种需要血，他们需要血的人啊。我从高中时期一直捐到现在都有在捐血，可以帮助别人的成分多一点，哎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因为我知道台湾目前是属于那个缺水的状态，所以请大家。如果知道可以哪边可以捐血，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捐血的活动。符合资格的民众，家属要摕到健保卡，就会使捐血，非常方便。因为肺炎风气的关系，若是为国外回来，需要经过28天才会使来捐血。记者林嘉伟采访报道。